这里呢现在也讲了散通会，散通会呢一般呢不大好变化啊，变化，那么我们就是说啊，表现一下有什么道理。第一就是个采纳，这个时候他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有个采纳，采纳，嘿，啪，这个采纳。加入的时候我们导卷打是这样，这采纳呢就到了这里，嘿，啪，变成采纳，采纳下来以后，下来以后，这个时候他就站不住了，一方放掉，放，嘿，打他那个响霸，啊，啪，嘿，啊响。现在主要讲擒拿，擒拿的话，关键就是我们那个手，不管是怎么样抓住对方的手，这样他就擒拿，啊，这就这样擒拿，啊，擒拿了又怎么走？我们这个肘要起来，就像这个手要扎我的话，这个手要扎啊，不行啊，但抓不开，啊，翻擒拿啊，这是一个，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那个手也是这样，啊，这个手出来了以后，这个啪，当然这是哎。这时候呢，搭到他的中柱，这里搭到他的时候，这时候呢，但是呢，这也是一样，啊，但是哒，过来的是呢，但是这还将有拿和没拿的时候，嘿，所以说他这时候嘿，好了，他的变化的时候，啊，他要这样走的时候要变化，当这个事情还没到的时候，他说，哎。完了，啊，大九，啊，大九，那么我这样就没用了，这样就没用了，这样就旁边没用了。那么我是怎么样去打他的？他这样打的话，我这也是这样，嘿，一带啊，对方不行了，啊，所以说呢，他那个手的话呢，我抓住他以后，这里呢就掐住他的关键，啊，现在也是一样，他是左手，我现在。也是这样，抓住他的手，哎，啊，这样我一带，可他要这样上来的话，我比他那个走跳得快，哎，啊，跳得快，哎，啊，就没了。